命运轮转，生生不息。无中有始，举世闻名。我等你很久了，不要找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你认识我吗？听什么呀？命运，交响曲，砰砰砰砰，砰砰砰砰，这哪有什么音乐啊？喂，喂，你是神经病吗？这是哪儿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好好的一场音乐会，被你打断了。你怎么每天都这么多事儿？我是何泽，你认识我吗？你是谁？这重要吗？这当然重要了，我要去参加新闻发布会。进了这儿，就别想再出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来人呐，开门！喂，你为什么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？啊，为什么不像这样？放轻松点，啊！这么久了，还是不习惯。你有完没完？啊！这就是最真实的你，易怒、暴躁、容易激动、被人感染。你是神经病吧你？哎。我是神经病，可是你呢？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是何泽。你是张啸天？我不是。你是张啸天？你就是张啸天。十年之前，你杀了一个叫做许芳菲的女人。许，你是杀人犯。没有，没有。杀人犯。Thank you.
你说它是哪儿来的？尼罗河呀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您看这上面的篆文没有？命运轮转，生生不息，无中有始，俱是因果。篆书，篆书不是中国的吗？跟尼罗河有什么关系？正因如此，才说明它神秘莫测呀。据说呀。 这里边还有神秘的能量，可以改变人的命运。有点意思，就他。跟你的风格好像互补啊！哎，这次去芒市，形象大使，必须符合这个城市的风格。时尚潮流这些都不配，得有历史感。记得让维欧娜给我准备一套民族的服装。 维欧娜，你那首歌也欠2个月了，该想想了吧。我是明星，明星需要的是什么？曝光力、粉丝个性、话题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写歌的灵魂。我觉得只会写歌没什么不好啊。可这是一个作秀的世界。你对我也是作秀吗？这你懂。我要给所有人一个意外 ，surprise。 奥迪厄斯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，奥迪厄斯。你们喊谁呢？医生，病人是不是清醒了？今天。 你又不是奥迪厄斯了，奥迪厄斯是谁啊？奥迪厄斯，外星少年。这几天我们不是陪着你，等待人马座星球的人的救你吗？完了，你们是有病吧？好吧，好吧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？我是菏泽，大歌手啊。当然，你是菏泽。 行，那我们就聊聊菏泽吧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现在还有事儿，我得回酒店。这样，你找一个人，证明你是菏泽。没有密码。 喂，明慧，你是谁？我是菏泽呀。菏泽，他就在我旁边呢。你这种行为真的很无聊。搞什么呀你？你再这样的话，我会报警的。喂，喂，何先生。啊，算了算了。不，我懂了。你们一伙的吧？哈哈。 郑秀，什么团队？韩国的，连他哟，演的真棒。好吧，我们继续说说菏泽吧。别演了，别演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们只是想多了解你。 我他妈不想让你了解我！紧张！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大脾气啊？你把我搞毛了啊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医院，精神病院。为什么在医院呢？啊！你们耍我是吧？快来人呐！病人情绪极度不稳定。 你别碰我，别动我！要不稳定，你妹！你再告诉我，你是谁？我是菏泽，你是张啸天，你记得吗？我怎么能是张啸天的啊？我不是张啸天！送我去重症病房！你给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告你们！放开我！这是谁？啊！这是谁？啊！啊！这是谁？他带我去哪儿？ 放开我！
别说我这鸽子。 你说这是什么素质？这是什么素质？连杯奶都拿不稳，这货就应该坐货舱。行了，人家已经道过歉了。道歉？劝道歉有用吗？我是谁？我是明星呢？怎么的？车呢？早就来了，给你回去换衣服了。粉丝和记者也都已经安排好在酒店了。太不专业了，真的。 这种小城市，拜托哪有那么多专业的工作人员？所以我讨厌小城市啊，欠了鬼。哎，是你自己说要增加曝光率来这当形象大使的好吗？要不是签了合同，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。这不会被人拍到吧？你有完没完呢？真拿自己当国际巨星是吗？ 你跟我也是在作秀吗？ 这是什么鬼啊？你们不是说要民族风吗？我就特意问当地舞蹈团借了一条裤子，时间太匆忙了，我也没时间去找。好啦，总比你现在这样好吧？弄不好因为这条裤子上头条也说不定呢。现在的人口味可奇怪了呢。 对了，我那块玉呢？对，转转玉。哎，就当旅游吧。你看这周围风景多好啊。何泽。 你是谁啊？那我是谁？是怎么回事？在耍我什么？干嘛？
进入了别人的生活。 真的是我，你是我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喂，刚刚那个场景好像在哪里发生过。会走路吗你？别碰我！是机场，难道回到过去了？ 走啊，老板要见你。说吧，那小子到底是谁？今天只要说出来，这事儿咱就算过去了。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 你肯定不会放过他。你还真有情有义。这谁呀？下这么狠的手？可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？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是我已经爱上他了，爱上他了，爱你懂吗？你从来不懂什么是爱。呸！爱，爱他妈值几个钱呢？ 看什么呀？你还记得咱们去广西演出的那次吗？怎么不记得呀？你都被打成猪头了。谁让他们招你的呀？我说了吧，你不懂爱的。我不懂爱，你懂。那你他妈凭什么拿得到这300万去养一个小白脸？其实我还挺怀念那时候。 得了吧，你不想要大床大浴缸，还要你上厕所的时候帮你看门？去你的！我先去洗澡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。哎，我还有点事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今天。 无论如何，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。东爷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们专业。谁呀？谁呀？ 何总，我是，跟我来吧。走。你搁这儿留下。 其实我打心眼里一直就喜欢你，也许这就是命吧。没人清楚命运是怎么安排。
我要是做错了事儿，该怎么办？你有一点我比较喜欢，就是不乱说话。 你呢？是为了董事长的位置。我是为了我小女儿肚子里的孩子。他们都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琪琪，是我最疼爱的女儿，善良、单纯，什么事儿她都能够相信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很清楚。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啊。 之前，你可以不认识我，但是从此刻开始，我让你永生难忘。想清楚再说，啊！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乱讲话的。 一切听你安排。我现在发现，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你了。小子，说吧，现在还剩多少钱？我有100万，我让人给你拿去。程叔，你花了老子200万了啊！ 我给你公司20%的股份，但是公司的业务你不许插手，保证不许和琪琪离婚。如果你外边有女人了，不能有孩子，否则一个字都拿不到。懂了吗？懂了懂。<笑>好了，一会儿就是你们的订婚宴了。 打起精神来！如果表现得好嘛，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谈的。毕竟从现在开始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啊！年轻人，我很看好你啊！啊，今儿个你得给我认真的打。 往死里打！老板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是人了。那要是赢了，以后是不是不用再打了？放心，我都有安排了。事成之后，你就安心的做司机。嗯。现在是14:25，对，我在机场。 叫克拉喽，王氏宾馆，这是你夫人吗？我叫毛德丹克，女朋友挺漂亮的，跟你挺配的。我是之前的一个乘客，坐车冒个劫。那最后你们变成了朋友？朋友。 我只是想提醒自个，不管他在这个城市的哪个地方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那找到他之后呢？找到他以后啊，哼，哈哈哈哈哈。
谢谢。钱呢？哦，我出来得及，忘带。你想栽赃是吧？怎么会？哎，你看，给我站住！钱呢？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给我钱！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居然敢耍我是吧？不知道，耍我是吧？过来，老实点！你耍我？没有没有，要不这样，我把这个手机给你，总能抵车钱了吧？当我傻是吧？啊？你把手机给我，居然是你就报警！ 选我偷你的手机，我跟你说，这辈子我见过很两种人，一种就是左侧不给钱的人，还一种就是左侧不给钱，还坑我。这，胖子，在哪喽？我们一会儿去董爷家。现在有个小子左侧不给钱，还想坑我。我现在把他带过去。要，你得帮我一起收拾他。大壮，老舅说让你一会儿去董爷那儿。啊。 我现在把他攻克啊！下来，你们两个下去吧，赶紧把那件事做完。 东爷，那个翟小子呢？嗯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上床了？我跟谁上床了？还不老实！上了还不行吗？滚蛋！下车！给我下车！干嘛？下来！ 咋回事啊，大壮？就是勾咋货，左侧不给钱还坑我，可咱们怎么着？你想咋的？都是便宜呀！给我带走！走！你们上不去哪儿？走！我是董爷他女婿。我是董爷他爹。你这后生，给我闭嘴！哎，你想干嘛？老实点！你们要干嘛？别动！干嘛？ 你们先干嘛？老舅啊，嗯，这么干好吗？不会出事儿了吧？酒老大，说多少回了，在外头酒老大，听不见吗？记不住吗？不明白吗？这不是没有外人吗？就咱爷俩。专业，我们要做最专业的，要用脑子。 这人脉土了，他能出啥事？他就是放个屁，他味儿都出不来。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你，你要把你带出来。你答应我妈说领我出来学门手艺，没想到干这个，我有原则。狗屁原则！上海滩你没看过吗？啊？那刘学文强你们不知道吗？哪个敢大事就出来，他手他能干。那个是冯静瑶的女儿，这是董爷的女人，他不一样啊！闭嘴。 就因为是董爷的女的，他有打不的，能骂有骂不的，他不知道能行吗？啊，行，填填土。<笑>行了，老大，你们干嘛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喊，使劲喊！这黄小爷喂。 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，喊！你们想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别给我装了，给我老实说实话，老子放一条活路。你们真的找错人了，老大，他是不是吓傻了？闭嘴！我说，那钱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钱呢。我知道了。
你觉着俺们俩没胆子把你真活埋了，啊？无论如何，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。东爷，这个事你放心，我们这个是专业。有，可我真的不是那个人呢。珠子，啊，我填错。好。哎，别，就我就是那个人，我就是那个。老大，大服了。服了就好。我说，人呢？你们是想找人是吗？废话，我不找人你花钱。等等，我知道是谁，我带你们去吧，啊！想蒙我？嗯，我看像。不是，这真的不是。我咋相信你？我都这样了，我还能骗你们？啊，老大，我瞅着也不像骗咱们，要不试试？你要是敢骗我，回头我就弄死你。珠子，啊，挖出来再说。这儿吗？就这里啊。啊，来电话，震动。喂，大壮说有人坐车不给钱，完了还想坑他，让咱俩去帮忙教训一下。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别理他，想干正事。不去了，让他上董爷那去。啊，大壮，老舅说让你一会儿去董爷那儿。啊，叫老大。啊，老大让你一会儿过去。这长得那么壮，连一个人都干不过。哎，这废物。哎，何总，我是老舅。他说是，别走，走。喂，喂，林慧，你是谁？我是何泽呀。何泽，他就在我旁边呢。你这种行为真的很无聊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会报警的。何泽，何泽，人呢？看你们怎么收拾他了！你想怎么的？
这都是天意，都给我带走！你们带我去哪儿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董爷他女婿，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要对我干嘛？我还是董爷他爹，找他，让他闭嘴，老实点。 医生，都等着你呢。快点，医生，快点啊！我不能笑，我不会做手术。哎呀，李医生，都什么时候还开玩笑呢？赶紧吧啊！李医生，我们必须要开始了，现在病人情况很危险，病人被钝器砸中头部，导致大出血，那是上了脑动脉。李医生，你怎么看？啊？这不是我吗？ 不好了，病人快不行了。宣告死亡了。死亡时间2016年10月21号17时15分。老爷子，今天是咱们董家大喜的日子，啊？啊？怎么？ 你都知道了，啊！哎呀，这么多年，我是又当爹又当妈，这总算把两个女儿都好歹拉扯成人了。眼看着七七要嫁人了，哎，我这心里头替她高兴，又有那么一点不舍得。菲菲走了以后。 在家里，里里外外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有的时候，实在是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妈，其实你这样也蛮好的，不用操什么心。 天还有人伺候。哎，老爷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啊？爸，哎，跟爷爷说什么呢？没事，跟你爷爷聊点以前的事儿。闺女，爷爷最近是好一阵，坏一阵，没事呢。 还不行吗？滚蛋！你小子睡了我的女人，还花了我的钱，我他妈不会饶了你！小心！
你是我，命运轮转，生生不息。我带你们去吧。无中有始。喂，林慧。你是谁？巨石一。 小梅，我一定死人了！是不是我？ 这忙什么？你管住怎么？走走走！来，喂，走，走，走。 该去哪儿要饭要饭去。我不是要饭的，你不是要饭的，难不成你是卖艺的？少跟我来这一套了你。你也不像歌手。啊，这年头要饭的都这么转的。我不是歌手，你是啊。我是。<笑>行，来来来啊，我也好好学学。<笑> 来来来来来来啊！快点来啊！来来来，大伙瞧一瞧啊！今儿咱们这来了个大明星，啊，居然说自己会唱歌呢啊！那个他说他会唱歌，那今儿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歌手他怎么唱歌的啊！
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，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不会害怕，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，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能学会虚假。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，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，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那幅画。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，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不会害怕，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。喝不喝？你喝不喝？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。问你叫你喝不喝？我以为我并不差，能学会虚假。我不是要饭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你。我肚子饿了吗？要记得每天按时吃饭。你唱的真好。你唱的真好。我本人唱的更好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有一些感慨。人们以为这一身衣服就把人定位了，看似这身衣服就真的那么重要？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每天呢会有很多人来看我表演，但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也在看他们每一个人，因为基本上的舞蹈动作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只要一闲下来就会去观察每一个来看表演的人。大着肚子的那个女人以前可能是个花店老板娘，还有
戴眼镜的高考生，留长发的理发师。台下的人看台上，像是一台戏，而台上的人看台下，其实也像一台戏，只不过是我没有剧本，而他们又何尝不是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？是啊，所以我是一个流浪汉。不，你是歌手，因为你没有剧本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美。小美？嗯。你是不是有一个打拳击的朋友？您说阿健吗？你认识他？不过他现在没有打拳了，他在给人当司机呢。哦，嗯，这样。嗯，祝你好运吧，我希望有机会还能再见到你。我去排练了。唱的还不错啊，也不过就是业余水平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啊？换上衣服来找我吧。姐妹们，排练了。第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哥们儿，现在几点了？15:30。谢谢。No.
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吗？你是飞人吗？我看你那个普通动作很帅啊！你还打趣别人？啊，我就随口一说。今天真的谢谢你啊！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没什么，都是应该。怎么能是应该的呢？也许这都是命运。报答你，我给你表演一个节目吧。在珠宝小镇出事了，我先走了。老公，你在哪里？来接我一下。醒了，是你啊！你们怎么知道是他？王旭，我没有出卖你啊！跟我没关系，是这个女的勾引我。求求你们，看在亲戚份上，让我干嘛都可以。股份我不要了，全给他。王旭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哦，老舅，他跟他，他们。老舅，你个头啊！咱发达了，我你这专业啊！啊，咱逮错人了，不能把坑都挖了，得给东爷打电话。和谁呀？别动我啊！东爷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弄错了。前天的姘头不是今天带起那个人，前天的姘头是王旭，不就这货。啊？不是。那这小子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歌手。
们准备把他们俩活埋了。冬烟，你的意思是？啊？哦，好嘞，好嘞。啊。挖出来！老舅啊，你老大，就老大，干活。这是我朋友圈里，那个姑娘欠你的钱，没事。我一直都在找你。对不起。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嫁给我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嫁给我吧，我要娶你。喂，慧，你在听吗？蔡婷，那你是答应了？没有啊，连花都没送，我怎么能答应你啊？好，我现在就去买花，你等我。我等你。您看这上面的篆文没有？这说明命运轮转，生生不息，无终有始，俱是因果。据说呀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不要吃太多辣。你的胃不好，这样胃会疼。
你到底怎么了？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不要熬夜，不然会黑眼圈。你彻底把我搞糊涂了，怎么回事？不管以后我在不在身边，都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千万不要为了照顾别人而委屈了自己。好，为什么总要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？我爱你。你没做错什么，不会怪你的。醒了，这次又给你接了绊子，以后咱们得赶紧回去收拾一下了。这次我们可能要去的是云南。这什么表情啊？给你买了个小礼物。